总听人说，上过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到了大学，一切都会变得很轻松。国内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到了美国才明白，理想很丰满，可现实却很骨感。每天都背着书包，到不同的教室去上不一样的课。可怀的却都是同样的心情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我才背井离乡来到了这里？我一直都记着，每天都置身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之间，偶尔才会意识到，原来真正的外国人其实是我自己而已。永远都是看不完的书，永远都是赶不完的丢，永远都是考不完的试。可是不知不觉，我也喜欢上了这种泡图书馆的日子，安静纯粹。不知不觉已经是在 Pete 过的第二个冬天，他的一切对我来说已不再陌生。每天上课、下课、赶公车，从什么时候起呢？我好像开始渐渐适应了，并喜欢上了这儿。收拾房间，以前在家里面很少做的事情，现在竟然变成了我的生活。开始为了节省开支，而不是保护环境去节约用电。原来这就是成长。渐渐发现，不能经常和父母老友在一起，虽然是一种遗憾，但能和身边关心自己的朋友一起开怀大笑，各种打闹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。淡如水的，有时突然在某个时刻就会出个什么小意外。突发事件，仿佛是来到美国必修的另一门科目。这已经是我在美国的第178天了。每当想家的时候，就会到中餐馆吃一顿美国风味的中餐，这也渐渐成为了我的习惯。This is us. This is us.